好了，把他给他的爹娘压在一起，压到地牢去。我就知道你要走，所以我把虎子一家都请到府里来。你要想看他们的话，随时都可以看到。可是你如果想走的话，那他们一家都得没命。你还走吗？ 不走了。好，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姑娘。这么说，你是愿意留下来了？愿意啊。好，那我就实话实说，二少爷看上你了，并且已经禀明老爷和太太，准备娶你为妾，明天就是良辰吉日，拜堂成亲，怎么样？什么？你也让我跟二少爷拜堂成亲啊？对呀。 冯管家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哟，这怎么是要你的命啊？这多少人羡慕你都来不及呢。你想想看，你要是做了赵家的少奶奶，那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呀。这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你好好想想吧。胳膊拧不过大腿，我劝你从了吧。那。 那你得答应我个条件，说，让二少爷答应放了虎子全家。这好办呐，二少爷说过，只要你答应这门婚事，放虎子一家那没问题。一言为定，驷马难追。送桃花姑娘哦，得说送少奶奶进房梳妆打扮，准备成亲。 少奶奶，请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